原标题：关悦感谢佟大为主动作伴带娃结婚十周年预出书，辣妈关悦盛装出席搜狐娱乐讯。马蓉玲文5月13日幸福旅程学院在上海举行揭幕仪式，关悦、海清、刘璇三位辣妈都盛装出席，分享职场家庭平衡经、伙伴女性幸福力榜样奖。现场关悦隔空感谢老公佟大为对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支持，称他只要不拍戏在家都会主动做饭带孩子。今年是关悦与佟大为结婚十周年纪念，他还透露有出书的计划，希望能够在幸福这件事上帮到大家。作为新女性代表，从演员到影视出品人、投资人，同时也是三个孩子妈妈的关悦坦言，深知女性在职场和家庭的两难，此次获颁女性幸福力榜样奖。关悦现场隔空感谢老公佟大为，称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他有时会外出拍戏，但只要在家他都会主动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带孩子们去游泳、学滑板、骑自行车，假期也会单独带孩子们出去旅行，来一个真正的爸爸去哪儿，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追求学业和事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悦现场隔空感谢老公佟大为，今年是关悦与佟大为结婚十周年纪念，一路走来这一大家子都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关悦表示自己有要出书的计划，希望能够在幸福这件事上帮到大家。他表示最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我生到老二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生孩子很多东西是可以自己去把控的，无论是从你的心态、你的体重，能不能出一本书，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让很多想要成为妈妈或者是正在孕期的女性有一些感悟，可能会比较实用。此外，关悦还透露公司正在筹备一部新的超级剧集，至于题材，他笑言会有悬疑、爱情的元素。关悦、海清、刘璇分享职场家庭平衡经，当天一同到场的两位幸福力榜样海清与刘璇也都有着自己对于幸福的理解。海清说，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幸福的人，因为我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七岁的时候就要当演员，就一直在这条路上走，我在这条路上也会迷茫，有的时候别人去转行了，或者很早就嫁人了，或者是比我优秀，这些都有。但我自己迷茫的时候，我会问我一个问题，你认不认？我觉得可能到老我都会认，因为我喜欢表演。刘璇则认为，于我而言，幸福是平衡最重要，我觉得特别多特别少都不是很幸福，我喜欢那种刚刚好的状态。